进去不啦？看一下这个。啊。看见没有吗？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这个是的，咱主业兄弟的跑步，你知道吗？好的，是你啊，来一条。给我们一个好的表现。关要一根笔，两个星期要停的。我这我说这里啊。这三年就断送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不去的，有不？像这种，像这种的，有吗？有。你必须要拿一个抓进去，有个勒索，不然坚持不了。那他这烂脸烂脸。对，我吃饭痛呢。没几个。我第一次啊，我昨天就抓了。不是。这个已经有两年了，我这心。那意思是这腿子，这个拽拽呀，这宽极了，懂吗？插座，就是热水器专用的插座。这个是门水，有水有门水发。有没有朋友这个的呀？就关那个住户的哦，拆迁啊，就是。这个牛都是关的，然后再骑的。电视么骑的久，香。电视骑个几个有点不够噻。什么叫骑多久？我骑多久？我从农村来的话，骑多久不一样，会多了接触一点，就现在就骑不动了，没办法。好点了吗？哎，不管什么时间嘛，就是。我很想拿那个球，就在旁边。我喜欢玩这档子。这板子没有玩的，我老爷。我中间转呗。我点水，这样转。水贼猛啊！水贼猛。十二，你找吗？要转吗？这些呢？转回来转回来。我都是要转的嘛。那你啥子？我转会我拿起来就能弄。不要，我拿一盘子了。我别出来，不能这样嘛！我电锤没得这个东西我的。你看我啥子都有用过呀。来，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这个，我们是这个。反正这次骑的配合是这种就是的，上面跟下面少一根就三根牛。三根牛够了，够了，先抓。三根牛够了。够了嘛？你怎么？你比方说你怎么是？分出去了吗？没有，就是，这边接水，这边接水，然后开关在这边嘛。你结果你提动的嘛？这都不行。我用我外设的就，我用我提的就。结果还中配。我在南边吧。乱球。都不晓得，都不晓得哪样。干。我是那个。